表妹玩要玩几天？她可以陪你玩哦。四天。我跟我表姐去啊。表姐陪你玩。我陪我表姐玩，她还没去过。还没去过东京哎、欸。她没有自由行过啊。哦，她只有那个跟团。对啊。啊，你都知道怎么做？知道。哦，很熟的意思哦。蛮熟的。很熟、哦。那去过两三次了，就蛮熟的。蛮多地铁绕一绕而已。对啊。反正 Google Map 开着什么都有。像也是。对啊。你还不用担心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那个地址这回事，日本的地址好像很难认。还好吧，还行。因为那个，我记得他们。我知道他们有什么几只几的。对，不是，他们有什么几丁目几丁目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邮差都看地图都要知道怎么要去哪一家哎、欸。他们都这样认地址，我也好厉害。真的是那个，就是这么多户啊，就知道哪一边是哪一边。对，这蛮厉害。四迪正式出货，国道一号，限速100。不要这么显眼，在 POS。好像就是这里。在 POS 很大，很大的下坡，说 POS 也有。POS。有这么显眼的影子 ，Tiffany 蓝，蓝天蓝。他一直在踩刹车。就是下坡啊，通过。前方有固定式测速照相，国道一号，限速100公里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100公里。